哇，这是珍宝哈，好厉害。这支无来哦，是哦。无你，然后再切丝是不是？切丝再切末，你找看伊有啥物会当会当迄个，会当无？其实先切两支就好，哎，卖切。有啦。对啊，会呛到，对啊。所以煮菜很辛苦的。其实也可以晒啊，随便，已经可以了啦。你我两个先晒。对，他们现在没有捞的，他到里面去找好了，应该里面有。那个先火关掉，哎，如果你目前还有在没有在烫东西，哎，小心哦，那很滑哦，哈，哎，要小心，到隔壁那个地方去。全部辣椒全部啊，全部下。你们的辣椒有留切丝吗？有，因为待会那个豆干炒肉丝要。好，来，然后蒜。有辣椒那味了。蒜。哇，好高兴哦！啊，我们没有豆豉。对，他现在去买了。他现在去买了。不，我们就那个，我们不是也要蒸很久吗？对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时间上还可以。对，很好，这样切丝。那应该用手要把它拌一拌。你们煮过了吗？煮过了 ，OK， 哦，那你们动作好快。那个白木耳也要切丝吗？也一样，都切丝。老师，我们有阿美姐，刀工很厉害。对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就是那个隐藏版的。我们是最幸福的那一组。你们是隐藏版的。我们上次那个鸡，老师说那个要等豆子来，那个颜色，你说我是第一名的。对啊，上一代。对啊，最棒的。好，这样先这样。两杯水要煮过之后再煮一杯饭。再煮饭，那我们变化煮饭没关系啊。我们为什么不煮饭？因为别人在煮，我们有煮就好。有两锅煮的那种。对哦，我的公司有心机呢。有心机。等一下哈，好。我们的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有加葱花。对吧？好，盖起来。